今天3月27日，晴。今天温度非常不错，蜜蜂开始大量飞出去采蜜。这一箱呢是昨天放的蜂王，邮寄的一个蜂王，产卵王。商家去年买过一次，王还不错。然后昨天放进，今天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围不围，还可以，没有围。这蜜蜂基本接受，为了保险起见，然后呢还是用我最保险的办法，就是把它再扣到蜂皮上面，扣一天看情况，如果不围的话就可以放了。你看这是最近这一天两天吧进的蜂蜜，还是不错的，蜂皮已经发白，今天明显蜂蜜要多的很多，中间蜂皮中间都有蜜，温度高还是蜜还是可以的。准备把蜂王用自制王笼扣到这张皮上，扣到明天不围网直接就可以放了。